这玩意儿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打这种灵活的人质啊，一定不要被他拿先手，基本我拿先手赢一半。赶紧往上走。Nope. 好，输一半了，不着急，先藏两个洞，蹭完赶紧跑。好，没跑掉，这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？等着吧，他已经是鱼尸体了。 OK， 提升好了，反向烧鱼，先藏二技能，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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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一下，对吧？你可以一直打我，但我只需要一波机会。不着急，看他丢轮子，往上走，直接给他打下来，过来骗一下，直接上洞，走，拉开，这没办法了，不行，等一下啊，抓着这个后腰，直接 A， 好，结束了，不疼，忍一下，不疼，真不疼，真不疼，霸气超哥啊，这个就比较好打了，游戏，对不起，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了。